今天真的很高兴来到基隆，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我们阿拉堡湾的文化聚落啊。那刚刚走进来就看到丰富的部落的文化，漂亮的阿美族的图腾，也非常热烈的热情的欢迎啊。那今天真的很有特色，那我也感觉到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哈。这8年来，因为我们右仓市长的用心哦，那我们的基隆真的变化很多，那很多的建设也都陆续到位。刚才我们到港口去看那里的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也要开始连接下一个阶段的国际旅客来进入台湾。那我们也希望全台湾的人也可以四处走走看看。那我相信在稳定控制之后，我们开放的国门，我们整体的社会会迈向正常生活而且这个步伐会越来越快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带动出一波的国旅的热潮，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更多的台湾人，大家能够来这里走走看看，阿拉堡湾文化的聚落，跟我们的族人在一起，一起共同来享受我们阿美族。